我希望我的孩子以后是一个健康快乐的人，然后啊，最好能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有意义的事情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是他自己非常非常喜欢做这件事情，自己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能够陶醉其中。然后第二个条件是啊，这件事情本身可能要对他人对社会有一些价值。我自己没有什么事情一定必须要我的下一代帮我去完成，然后他自己喜欢做什么就好，基本上还是尊重他的意愿吧，他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我现在的打算是把这笔钱用在为我老婆以后生孩子找一家比较好的医院，然后如果还有剩下的钱的话，我会考虑把这笔钱用在以后孩子的教育基金上。我的座右铭是认识你自己。